来帮大家测试一下 G4 新 UI 顺畅度。 基本上昨天更新后是蛮顺畅的。 新的界面是类似热蛙， 然后系统这边还是谷歌原生的。 那点个网页测试。 这边也有G4， 也有人在讨论，然后我之前发过的文章。 昨天贴的那个新的 UI， 大概就这样。